拍摄宣传照片，一旁却出现四只猛鬼，让新北市长侯友宜面露害怕表情。但其实稍早前，来这边，比他还高大的死神几乎将他包围，侯友宜根本不理惊。除了硬汉个性，其实这些都是为了29号位于府中商圈，号称最大万圣节活动进行宣传。不过，比起活动当天，主办单位预告记者会现场的鬼怪只是小巫见大巫，因为当天号称将有百鬼夜行，还会布置一条恐怖隧道，甚至还有恐怖猛鬼组以及可爱猛鬼组的变装比赛。而为了方便害怕民众绕跑，今年更安排一条500公尺的卡丁车赛道体验。百鬼，哎，冲出来，让大家又害怕。孩子们，你要糖，有胆量你就来。不给糖就捣蛋，传统的万圣节活动如今由商圈带动扩大举办，不只要让小孩投入，更要拉全家一起参与。 TVBS 新闻李明威、何宜信新北市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